那前几天大家都有听到交大校长讲的那句话，啊，说这个他们没有把学生教好。那我在这里要讲的是说，其实他没有资格讲那句话，最有资格的讲这句话的是台大法律学院。因为我们真的没有把学生教好，我们没有把马英九教好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